热干面啊。啊，味道太浓了，太好吃了。姐妹们，咱们家热干面啊很好吃，19.99给大家发5包，一包里边是170克。我现在给大家打开一个啊，大家看看里边，外边这样式的，这个是面，这个面需要煮一下，姐妹们啊，然后里边还有料包。这个是那个秘制那个酱包调料啊，这个是辣椒油，这个是芝麻酱，然后这个就是酸豆角，直接用锅那个煮一下，煮好面条之后用调料拌一下就好了啊，可好吃了。我这个可能就是煮的面条时间短一点，然后捞出来之后有点干。但是味道真的太好了，味道很浓，很好吃。大家如果也有喜欢吃这个热干面的啊，想尝一下的，这个拍不了吃亏，拍不了上当，老好吃了。下方小黄车可以去拍，姐妹们啊。